我能理解的就是一些电子设备更加及时，然后能解放出更多的人力资源，创造力啊，创新，然后还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啊什么的，这方面来看的话，肯定还是人会更突出一些。一般简单的那些疾病是可以处理的，但您说要是复杂的话，还是不能用人工智能实现。这里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放射科，每天有近2000人前来就诊，平均每人会产生300层左右的 CT 影像，科室医生每日需要快速而准确地判读50多万层的 CT 影像。现在人工智能的加入，使这件繁重的工作变得简单。然后这个是我们日常工作用的 PACS 系统，比如说患者扫描完以后，它的数据就由我们的 CT 扫描机直接向人工智能的服务器上推送，通过它服务器上的软件对这个结果进行了计算，然后进行储存，在我们大夫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向这个服务器去调取它的结果。这套 AI 设备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采集到的 CT 影像进行快速分析，适用于肺癌、乳腺癌、脑中风等多种病症的诊断。当患者的 CT 影像中出现疑似病变特征时， AI 就会自动发现并标注出病变区域。 AI 整个行为模拟了影像科医生读片的过程，而在速度上则要快得多。一个体检病人，年轻的成人，我预期他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样飞快地读一遍也得1分钟。如果有些疑难片子，你可能半小时都看不了一份。 AI 人工智能的流程里非常快，大概也就2-3秒就可以得到所想要的结果。比如说不仅速度快， AI 还能够清晰地标注出疑似病灶、位置、大小、良恶性等信息，能够有效帮助医生提升诊断准确率，减少误诊、漏诊等。人肉眼它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可能使我们分散注意力。还有一种就是有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的位置，一般来说是在血管边上，我们很容易把它当成血管的断面漏诊。 AI 产品比人工的优势在于，第一，它是永不疲劳的；第二，它是有确定性的，就是如果它这一类结节能发现，基本上这一类结节它就不会丢。人工智能在近几年呢，取得了非常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个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方面呢，人工智能所显示出来的这个优越性呢，也特别突出。在医学影像的这个智能分析呢，是医疗 AI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放射科里面有大量的医学影像需要分析，现在这方面也已经发展得很好。2019年3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智慧医院范围主要包括面向医务人员的智慧医疗、面向患者的智慧服务、面向医院管理的智慧管理的三大领域。除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医学影像， AI 医疗已经基本覆盖了医疗产业链上的医疗、医药、医保三大环节，其产品覆盖智能导诊、辅助诊疗、疾病筛查、新药研发、自动手术、智能穿戴硬件等细分领域。手术机器人、便携式的这些装备，这些都是在治疗环节这个发挥很大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些辅助的环节，比如说像支付。那么在医院支付的这个环境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它会涉及到医保，或者是涉及到医疗特殊的这个支付的环节。那么这里头其实也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在运用。其实它这里面也涉及到医院的物联网，这里面医疗器械、医疗的这些耗材、辅材、药材都有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这些场景。在北京的这家医院，从购买病历本、挂号、取号到就诊、检查、打印报告，再到取药、打印发票，患者全程只需要在各种机器上扫码。在病房里，每个患者床头都有一个平板电脑，为住院患者提供数字电视等娱乐功能，还为患者提供实时查询本人病历、预约检查、营养膳食订餐等功能，还可以看到他的治疗情况。这是他的医嘱，这个是今天这位患者的医嘱。那么他用了什么药，用了什么药，他如果想了解一下这个药的具体的用法和用药说明的话，可以随时的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那么这个呢是患者的检查预约的情况，这个是约的明天有一个超声心电图的检查。 AI 医疗正逐渐改变着人们就医的体验和方式，尤其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和医疗资源的不平衡， AI 医疗的快速发展将为这些问题带来新的解决途径。
人工智能技术不管是在大医院还是在比较偏远的医院，它的价值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对于大医院来说，医生日常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非常非常忙的，所以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他们去提升他们的效率。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偏远地方，可能就是说我没有足够多的医生啊，没有足够好的这样的一个诊断资源的一些环节，人工智能的系统就能够给他们的一个诊疗的能力有一个软的一个提升，让我们这个好的医生的资源、医疗的资源能够分布得更加的均匀。目前，中国人工智能医疗还在发展探索中，仍面临技术难题。大数据是驱动 AI 医疗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数据量，但由于缺乏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各家医院的数据差异很大，不能互联互通的数据孤岛成为训练 AI 成长的阻碍因素之一。另外，数据的开放让许多患者对个人隐私保护有所顾虑。对医疗的数据实际上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医疗的数据是非常大家要注重数据隐私，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获取数据的这个成本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在数据标准上其实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个标准，从政府角度啊，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希望这个亟待解决的一个瓶颈。虽然 AI 医疗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期待，但这项新技术的出现依然给医疗带来了改变和机遇。2019年3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示信息，拟成立人工智能医疗器械等三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旨在适应医疗器械发展需求，跟进新兴技术领域，促进相关产业的规范有序发展。中国 AI 医疗的发展正在加速前行。